伤我仙山派弟子，还望魔尊能够交出行凶之人。她是本尊的妻子，魔尊是要与我派为敌吗？有何不可？今日之事，吾绝不会就此罢休。宁儿，你不该伤他。怎么，魔尊大人这是心疼了？宁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当初是谁为了云初言欺我骗我？如今我伤了他，你待如何？杀了我，替他报仇吗？你伤了他，便是为了仙山派的门面，他们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你。你若真恼他，交于我便是，何须自己动手？你愿意为了我去杀云初言？这世间再没有比你更重要之人。我一生的悲惨皆因云初烟而起，至死都不曾挣脱。如今明明却能这般轻易地说出取他性命之言，我该高兴，他重视我至此。可是我心中更绝望的，他让我的前世成了一场笑。